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是由全体的四年级哈、哦，他们要表演的舞蹈节目呢叫做《展翅高飞》。那就定位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 四年级的 ，OK 了哦。好，那小朋友及家长，我们给他们一次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他们的表演。三十几个风筝啊，在天空上面这样飞。